花莲农改场加值打样中心正式启用，将协助农民运用在地生产的农作物进行产品打样测试及加工辅导，解决小农加工困境。将来的话，你可以透过你想从事于加工的部分的话，可以找我们来咨询跟合作，我们都可以作为大家的后盾，协助大家一起来推我们花莲的产业。现场也展示已打样好的农产，如火龙果，经过冷冻干燥之后，原汁原味，色泽口感几乎没有改变。冷冻干燥机的它干燥出来成品的特色就是说，它的外形跟你当初送进去的样子几乎是不会改变的。那颜色跟风味上它的改变的程度也不大，那我们吃起来口感它是酥脆的。打样中心目前农产加值可操作干燥、粉碎、碾制及焙槽等四类低风险加工品项，例如果干、茶包、冲泡粉末、玄米茶等。有农产加工打样需求的农民可向花莲农改场提出申请跟咨询服务。《原始新闻》改造玛雅花莲吉安采访报道。